各位厨师老板们，你们有看到我这个桌上这台很可爱的小小一台的，很轻巧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切菜机、哦、它是可以帮你高丽菜啊，还是什么认识蔬果叶菜类做切片或切丝、哦、然后我们标准是副切片刀，那它这个使用很简单，我们到时候我们要切的蔬菜放在这个推料槽里面、哦、我把它往后拉、啊、放进之后它这个有弹簧、哦、它会帮你自动送料哦，它会一直帮你送过去切。那我们这个刀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它这个是可以自行调厚薄的，我们就靠这个旋钮、哦、我们把它往前拉，然后我们逆时针旋转就是把它调薄，好，顺时针旋转就把它调厚、哦、我们可以自行控制我们要切片的厚度。然后再来就是如果要拆换刀片的话、哦、也很简单，我们只要准备一根螺丝起子、哦、它后面这里有一个螺丝，我们把它转松、哦、转松起来，然后这个把它抽出来，插销抽出来之后，好，我们整个刀就可以把它抽出来了，好，做清洗、水洗都可以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标准是做这个切片刀嘛。好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你也可以跟我们加购这个切丝刀。好，切丝刀这个把它一样四颗螺丝拆掉锁上去之后，我们今天就可以切丝了。好，萝卜丝啊，还是小黄瓜丝都可以。好，这个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附这个手动的摇臂。好，就比如说你今天在去录影啊，跟朋友去录影，好，啊，如果刚好那个地方没有电，好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装上这个手把，我们改用手转式的，也可以切菜切丝都可以。啊，或者是你今天营业场所等在路边，临时刚好没有电，哦，都可以改成手动的。好，有需要的话欢迎来电询问。它这台都是白铁的，好，不怕生锈，谢谢。